欸，所以你选我，真的是因为我很可怜嘛？认真的。对啊，就是觉得蛮可怜的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，不全然是你觉得你可怜啦。但是我是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说，我想要跟你约会是认真的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就是我回应你啊。对，请说谢谢。啊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那你之前教的都是你比你年纪大还是比你年纪小？还是比我大？所以也是重感觉吗？还是说看不一定？重感觉。欸，那你 MBTI 是什么？我每次这阵子测都不太一样，这都不一样。那有比较常出现的吗？嗯，我有一次是调停者。你是 I 吗？我后来测一次是 I， 但是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是 E。我会疯掉哦！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说我会有一个社交电池。哦，理解，那就是偏 I 啦。对，我把社交电池用完了之后呢，其实我不喜欢讲话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需要个人空间的人。了解。我的 MBTI 是 ENFP。嗯。快乐小狗。快乐小狗。Yep。这边吗？嗯，但是我点完了那个，我需要狗狗的水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谢谢，谢谢。部分稍等一下、哦。好，谢谢。你先帮你做整理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有什么英文名字吗？还是我吗？对啊，我叫 Christine。哦，对对对，有，我知道。对啊，那你的英文名叫什么 ？Alien 啦、啊。哦、oh, ，Alien， 外星人。Alien 外星人。一直都是 Alien。嗯，其实这有两个故事啦。嗯。有两个故事，第一个故事是呢，我之前小时候原本是叫 Alan，嗯、然后我写错。就 I 跟 L 的，然后变成 Alien， 然后之后第二个故事呢是，我很喜欢黄鸿升。哦，是哦。嗯、那时候是因为我从小就会画画，因为我画什么画、啊？从小很多哎、欸，我是学画画，是学设计的。对，我学了七年，大学加高中，总共七年，所以我会画画。我也有学画画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学十年。你学什么？就是学水墨画、水彩画、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素描跟油画。哇、哦，这么厉害！真的，我也是大概就是类似，然后还有麦克笔，但是就是我高中是学麦克笔。但是我不是学，我不是从高中学，我是从、小学、嗯，然后国中、高中，就是从小时候就开始，对，从小开始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你也会画画，好酷哎、欸！很酷吧？对，难怪你喜欢，难怪你喜欢动漫，看不出来吗？对。应该带你的零食的，你放这边。你不能吃的，这里不能吃的。好，这个在这里。要不要我先抱它？哎，对啊，我先抱。你抱吗？对啊，我可以。好啊，那给你抱。来，过来。来。他是不是喜欢这样抱啊？他是不是喜欢这样？他很想吃。你看他。好，对不起，乖，你先吃。好，先吃。好。那我这个先放袋子里面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就是我放在这里面。Thank you。口红涂好了，我应该没涂出来吧？我看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认真可以。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。我都习惯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戴墨镜这么长得不像你啊？哪有？你戴墨镜很不像你哎、欸。我找毛 Y2K 感。这么歪哦、喔。就是一个热情，然后开朗、温暖，然后健谈的人。约会的过程也都。让我蛮放松跟自在的，对，就是成熟的话题跟幼稚的话题都是可以聊的。嗯，我觉得对她了解非常多，因为其实佩音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有点不太敢接近她，但是她
也很活泼，她也很开朗，然后也很主动，然后所以我们才可以在约会的过程中聊得这么多。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萌宠明星出来玩恋爱记现正热映中，想知道萌宠要怎么样助攻主子们的恋爱吗？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恋爱大小事咯。